好了，各位亲爱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 CH 明明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守望先锋的游戏节目解说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美的视频。老哥们，你这是什么个玩意儿？挂机了吗？好，那还有30秒，敌军开始行动，我们先过去支援一下我的老队友啊。小美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啊！听到这里，我感觉我这波不拿个18杀都对不起刚才那个口号，是吧？这个我曾经做过，基本的大家应该也是了解了啊。好。哎呦我去，等会儿啊，刚才出了一个错误，控制。嘿嘿，乖乖，哎呦，等会儿，我们这边确实有点恶心了。我去，这哪有那么玩的？那么玩对面还是玩啥？我去，这王大锤呀、啊，他们近身都没用，我跟你讲，乖乖，这太恶心了，乖乖。啊、有人绕后了，他可能想从这儿来，哥们儿，你看着啊，老哥们儿不给他们长脸，老哥们儿这你还跑，老哥们儿，嘿嘿，老哥们儿，你以为你明哥我猜不透你，可能又回来，这里老忍者可能又回来偷袭啊，我保护这个老射手，嘿嘿，太刁钻了，太刁钻了，哎，等会儿。来，你过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乖乖，给他来个刁钻的。小样，哎呦，我就6滴血，不玩了，不玩，要死人的这玩意儿。这你看，乖乖，为什么说你明哥我贼呢，乖乖？好啊，官们！好、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呀，这个你明哥，嘿嘿，明哥这波操作极限不？嘿，跟你明哥刁钻，你明哥我什么操作？小呀，明哥现在是什么操作？还跟明哥虎不虎了？来拿装甲包！好表现啊！嘿嘿，哎呀，老哥们太无，太刁钻了，太刁钻了！来了，哥们，你看着啊！哎呀，我去，太刁钻了，乖乖！哎呀，这游戏怎么感觉挺适合我的样子啊？你还别说，他们没3-4个人还怼不过你明哥。哎呀，老哥们儿先机智了！哎呀，老哥们儿机智了，直接在这放大招，你的心。你看。一技能加大招一起放，你说那哥们儿是不是让你明哥我打的就已经是失去了信心？我勒个去！你是万万你没想到，那老半藏居然用大招！哎，算了，我的心已经碎了。这么玩？冻住，不许走！哎，冻住，跑！老哥们儿，赶紧支援上！我这个大招放的好，乖乖，你也别说这，他们刺客的英雄其实挺多。不许走！我这大招其实放的还可以，哎，等会儿，我们老哥们儿怎么感觉不刁钻了呀？好，这个英雄的话怎么说呢？小美还是适合说找一个地方阴别人，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啊。先找个地方啊。等会儿这什么就开始又扔技能了？我怎么有点蒙了个小圈圈呢？跟他们干！就那么干，没事。正义从天而降，漂亮！等会儿，老刺客，冻住！漂亮！招，
跑了你老明哥，能给你教练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去，你别吓你老明哥，别吓你老明哥。还跑，还跑，还跑，还跑。动住，不许走。哎呀，哎呦我去，这就怪不得你明哥了。我去，那前有狙击手，后有老忍者啊。但是我这个大招应该怎么说，应该是把我的队友应该是支援上了，因为那个推车的话我是放了大招的，大哥老他肯定推车他是没法推了。大家都在等我呢。哎呦我去，这老小美，反正他的一个连招就是击中右键，右键是那个大冰锥，然后一个大拳头就能给他撸死啊。对，我告诉你，那老忍者都让你明哥干出毛病了，真的不骗你们。我们那老闪光好像不太给力的样子哈。嘿嘿，你明哥就爱搞个老突袭，你看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我去，我的老哥们怎么不来支援我？算了，我感觉我不太适合长途作战，我不太适合这个长途作战，只能搞个老短途啊。刚刚真惨。啊，刚刚确实惨。老美呀、啊、都不能是小美啦。哇，那哥们儿哪有这么放技能的，太恶心了吧。跳跳跳跳，漂亮，自找的。我去，老闪，你再闪，你再闪，你再闪，哎，老闪光估计他也怕了。瞧瞧这个，你怕不怕？我就问你，师姐。完美的情况，我感觉好多了。装甲包来了。好，刚刚聊到哪了？冻住，不许走。乖妹，你看这些技能扔的有多么的精髓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全都是套路，可以这么讲。我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快跑！都是套路，你看明哥这些大招扔的，就让他们过不来。哇，好多了！真的全都是套路。嘿，精髓，这波操作，这波操作精髓，乖妹，出不出神，入不入化，刁不刁钻，贼不贼里啊！来，来了哥们儿。哎，魔性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老哥们儿，老哥们儿，不至于，老哥们儿。哎，走位了，哥们儿。哎呀，刁钻。我去，这是几个人揍我呀？就你明哥这波精不精彩，刺不刺激，帅不帅气啊？还让他们占领了，就真的是没天理了。这大招扔的绝对是扔的刁钻，杀人无数啊！你明哥现在玩这游戏可以就这么说，没有压力。我去，立得住好！我去，好，真的，你肯定没血了，这老哥们肯定没血了。明哥有加血，我能怕你？你看，这是什么套路，乖乖？吃血套路。你看，你看，乖乖，你看这群老孙仔，那这群老孙仔，你说他们怎么打？你看他们怎么打？老孙仔们，老孙仔们，老孙仔，老孙仔，老孙仔。掌声在哪里，乖们？给明哥来点掌声，好不好？这波真的太秀了，真的全场你明哥我都是秀，没有一波不秀的。哎呀，低调低调，你老明哥，这终于是你老明哥了啊！你看这一波全冻住，等待一个机会，
换上老子弹，你看，你看，在一个右键大兵追，连续两个兵追怼死了这哥们儿，冻住，然后直接再给他第三下，没毛病，犀利，全场杀爆。这么说，就凭明哥今天这发挥好了那么一点点，订阅一波怎么样？好，喜欢明哥守望先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搜索 CH 明明，点击订阅，真的全场都秀上了，队友都夸我了，下边那个老韩国人，哎呀，你 ICU 欧巴欧巴，是不是挺好挺好？好，下期节目再见啊，拜拜。